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周。咁啊，今日咧翻嚟玩呢只啊呢个披住赛车游戏嘅皮嘅一只节奏游戏，系啦。咁啊，翻嚟玩嘅原因好简单啦，即系最近就开始同翻投资又有翻呢个复刻嘅合作啦，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佢咁啱其实都已经十周年，系啦，即系唔经唔觉呢只 game 都已经出咗十周年。咁最近翻嚟玩啊，玩咗一个礼拜左右啦，系啦。咁发现真系多咗好多新嘢，系啦。咁我亦都喺呢个礼拜入边就玩咗佢上个星期嘅活动啦。咁啊，攞翻部八六，咁啊，仲要系呢个咩音版啊，系啦。即系佢部车咧系起步嘅时候会有埋嗰啲佢平时漫画见到嗰啲异星嗰啲咁嘅字嗰啲咧，啊等阵玩会见到噶啦。系啊，即系呢度呢啲，系啦。咁首先本身就咁望到，已经多咗个远征啦，系啦。咁就因为只 game 已经更新咗，多咗个叫做中间嘅嘢，系啦，即系所谓嘅 partner 嗰啲咁啦，系啦。咁嗰啲 partner 咧就可以帮你揸你啲车，系啦。咁然后就可以叫做帮你部车再加能力啦，简啲讲。咁变相咧。你升你部车之余，跟住你仲要升埋你个 partner 啦，都正常嘅，即系已经十周年咧，系需要谂多啲呢啲嘢咧，去博其他玩家，即系博啲玩家再多啲货金啊，搵多啲地方俾玩家使钱，系啦。咁可能你亦都会话啦，即系点解有咁多 game 唔玩，要玩翻嚟玩呢只咧？好地地赛车，跟住又要玩节奏咁啊，嗰度交嘅咩？其实而家。即系你 YouTube 上面都见到好多人拍片喺度玩嗰只即系撞墙会快过咩嘅嗰只赛车 game 啊，咁大家都唔觉得嗰只交啦，佢呢只会交咩？我唔觉咯。咁其实今次嘅重点咧，我都系上嚟抽下嘢嘅，系啦，因为事关咧，佢同头啲合作咧，咁就多咗啲系啦。咦？呢个系转数标啊，咁啊，然之后啊，仲有啲角色啦，即系所谓嘅中间系啦。咁另外亦都有 FC 啦。又推出啲十周年版，呢、這个我都有兴趣，即系其实太多个啦。老实讲，我自己就已经咁多年冇玩只 game 咧，我亦都唔系好知道其实抽边个着数啲啦。咁就咁睇咧，起码呢个有晒三部主角，咁我谂住抽呢个咯，系啦。咁十一年应该系呢个啦，有偿系要货金嗰啲先有啊嘛，即系我呢个系佢会分翻开系 game 攞嘅金条啊，定系即系你货金嘅金条嗰啲咯，系啦，我哋嚟抽呢个拆翻嚟嘅金条系啦，有新人都好，很劲，喂、中啦，起码中翻部 FC 先，一次就飞晒佢啦，喂、有多部咩添？改装版啊，即系普通，唔系投 D 版啊，想中嗰部中咗。咁啊，同埋呢只 game 虽然呢期玩翻啦，但系我就唔系话真系又要有即系好干咁去玩佢嘅。即系其实你都系 hea 地咁玩啦，咁所以就拍鞋刷嗰啲咩排名嗰啲嘢咧，我冇乜点刷到。咁不如抽埋个系咯，试下抽下啲中价啦，试下抽有冇机会中到阿梁介啊？有启介都好嘅吓，嚟咁十周年应该都其实都好佛心噶啦，而家又系女嘅，即系正常你都要做到好易中咁先至吸引到人继续玩噶嘛，而家即系都已经十年啦，我相信。仲玩紧嘅玩家应该都会太多啦，即系你叫人新入嚟玩嘅，应该都唔会点有噶啦。但其实我觉得佢而家其实几善待啲新手啦，即系新人嚟玩嘅话咧，即系好似我而家咁呢个情况，我玩咗一个礼拜，玩翻一个礼拜，我个感觉除咗经验值之外，其他啲嘢可能车啊或者能力啊之类嗰啲，
即系都已经追到以前好多嘅一啲进度啦。系啦，同埋讲翻，其实以前我有玩开个进度咧，系因为转部手机啊，同埋部电脑嘅时候，咁啊冇留低到佢嗰啲所谓嘅继承码之类嗰啲啦，咁啊所以就又由头玩过咯。系啦，因为佢嗰个继承又系好个系统好落后啊，佢冇得话绑定啊嗰啲咧。即系绑定个 Google 或者绑定个 Facebook， 咁我登入翻就 OK， 佢又唔系呢只咯，系啦。咁啊，然后今期就有埋啊，星野好做啊，同埋边个啊？阿成岛俊也系啦。咁啊，但系唔知点解星野系蓝色嗰呢部，咁啊，反正都系啊，抽下啦，抽下啦，咩都抽下咁啦。诶，原来有 RUF 呢只 game。路笋十代真系唔讲都唔知道啊！真系咁啊，飞啊！咦，有 Origin 喎，有冇大蛇啊？咁啊，咁个感觉上我都系想抽翻角色先，系啊，因为角色头先未中到，系啦，再抽下先。睇下可唔可以中到梁界或者启界啊，都好过冇啊，有个两个是打一个。乜水啊，师兄？有 GTR 佬，喂，竟然系中星野好做。喂，咁多呢啲唔知咩嘢角色，系啦，有啲成就系咁弹出嚟。仲抽唔抽嘅咧？嚟一次，嚟一次。啊，即系啲金条吓，即系话易唔易，话难唔难啊？即系储翻嚟，你改装版嘅八六。X 版嘅八六，喂，哇，有七星，咁啊，咁就算啦，抽住啦，喂，我哋嚟玩一下先啦，小白海喎，今期三百几，系啦，咁啊呢一 game 咧系有得开屋土嘅，以前都未有嘅，系唔记得过几多年之后开始有啦。咁啊，然之后又可以消费更多嘅嗰啲吓行动值啦，你当系啊，即系燃油，咁啊去换取更多嘅分数嘅。咁啊啲分落嚟做咩咧？咁啊其实系等于刷排行咯，你当系龙珠嘅武道会啦，系啦。啊，当你玩得越多分嘅时候，咁啊嗰个期间入边完咗之后咧，跟住你就会换到你高级啲嘅奖品咯，简单啲讲。小白海，咁啊，同埋头先所讲话有得开 auto 咧，佢个 auto 其实系好神经质嘅，系啦，即系有时好劲，有时好废嗰啲，所以就你稳阵啲起见，如果你都系打啲强敌嗰啲咧，我建议你都系自己玩翻，系啦。不过佢系咯，即系小白海呢个战斗力三百几咧。就好简单嘅，呢啲其实可以开咗土，系啦。不过就我就见拍开片就自己玩翻解嘅啫。嗱，就系储呢啲 BP， 嗱，多击破报酬。咁啊，佢都有剧情嘅，咁但系就系啦。因为日文嘅关系，反正都睇唔明啦，算啦。咁啊，系咯，呢度就可以睇到你啲排行啊，嗰啲嘢啦。啊，咁然后交换所啦。咁啊，可以睇睇今期有啲咩换嗰啲嘅。诶，又有设计图，啱啦。咁啊，储齐设计图咧，你当系嗰啲碎片啦。咁储满咗之后就可以
兑换翻嗰个啱啱嗰个背景嚟嘅，系啦，场景嗰啲嚟嘅。但系我估唔到嚟咗十周年都仲要好似喺度介绍咁。呢个咯，系咯，我应该要储翻呢个，咁啊，储多啲咧就可以换佢上边呢啲，系啦。而家950咧，我好似净系可以换嗰啲900嗰啲，系啦，呢度下边呢啲，咁啊，都系睇喜好嘅啫，其实啊。即系我就唔系能力为主嘅，系中意咩车就换咩车噶啦。咁啊呢个系咁成日弹出嚟呢个咧，其实就系睇广告俾你回翻啲油咯，系啦。咁啊未用晒之前都唔使睇住嘅。啊，虽然佢咁系有啲烦胶嘅。嗱，好似呢300几咁啊，我开一次 auto 试下啦，三倍系啦。咁啊1745，咁啊我哋要勇敢啲嘢啦。咁呢个当日呢个咧系有得用game 钱买嘅，系啦。头先系争几多？应该系4。仲差一樽，仲差一樽。系啦，咁啊买完之后咧就每日都可以用咯，但系就只系限定嗰一日。咁啊嗰一日你唔用晒佢咧，咁就蚀噶啦。所以就反正都系用埋佢啦。嗱，咁 auto 就系顾名思义，你唔使按任何掣嘅，系啦。咁就咁睇住佢玩啦。咁啊，当然地，你左下角你可以自己爆啖气咧，你可以照喺適当嘅时候你就按都得嘅，系啦。咁啊，当然即系部车而家能力高嘅咁多咧，系唔需要用住啦，啊，因为啖气喺呢个 game 入边都系几罕有嘅。嗱，咁大家见到啦，啱啱佢咧嗰啲节奏咧啊，即系又有过早又有过迟啊，咁样啊。大部分都是 good 嘅啫，系啦。咁啊 ，auto 呢啲真系你用嚟打啲低级嘅，你啊悭翻唔使自己揞解嘅啫。即系去到同你部车差唔多咁劲啊，嗰啲劲人嘅时候咧，跟住就你系要自己手动噶啦。系啦，咁啊呢啲就应该你当系每日要做嘅任务嗰啲啦。系啦，咁啊做到啊又有啲奖励啦。呢啲就係我哋用嗰啲啖气啦，係啦。咁又有唔知有啦。咁而家冇晒咁亦都可以用啦。1748，继续。有劇情，系咯，都系嗰句，睇唔明算啦。咁啊，系啦，我部86就系有呢啲咯，有嗰啲字咯，但系就净系起步嗰下见到啊。其实我觉得有少少多余嘅呢个真系。哇！你睇个我肚废到。系啦，佢系要有画面嘅嗰啲先会有啦，啊，即系有特别镜头嗰啲，佢先会有啲指标出嚟。基本上拆活动就系咁样拆啦，咁啊而家就可以讲埋就呢个就系本身佢只 game 嘅嗰个剧情嚟嘅，系啊，咁啊一路过关咁样打晒佢啦，即系当系故事啦。咁啊而家目前系出到第二部嘅，系啦，佢第二部嘅第六个呢个叫咩区域咧，应该系咯，咁啊即系都系未出完嗰啲嚟噶，即系出咗10年都未出完。咁啊，然后咧，每个礼拜每个星期，可能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呢啲咧，都会每日系有一样特别嘅装备俾你去拆嘅。咁我今日就系啖气啦，系啦。咁啊，佢系有5星以上啊获得咁样啦吓。咁就我要打，而且打得到嗰啲我都打晒噶啦。咁啊，1000呢个我未够做，所
所以就玩唔到住个设计度完成。系喎，啱啦，啊，咩话？一千咩话？好啦，俾你，懒得拆啊。哦，跟住就换咗啦，咁啊出翻去睇先，应该有得定镜，系啦，豆腐店啊，书店，你望到背景啦。呢个就是本身只 game 嘅嗰个影相模啦，或者预览模。咁唯一可惜系唔可以将部车拍埋入去啦。系啦，咁就讲翻装备嗰度，咁啊就系咁。你每部车，你首先会拍一个花篮啦，跟住然后就引擎、波箱，跟住车胎、氮气、ECU。跟住另外有两个就是附件嚟嘅，呢两个就可以自定，系啦，即系睇你想需要换啲咩，因为佢每样零件咧，即系例如呢个豆腐咧就系高速性能嚟嘅，咁啊性能上边呢度望到啦，有高速性能、加速性能，咁啊转向、氮气、燃料可以悭量悭油啲，咁啊主要悭油啲就喺个 ECU 呢度嘅，系啦，咁啊之前咧喺我初玩嘅时候都。有观众有玩家同我讲过啦，其实呢每部车佢个燃油本身已经唔同嘅。咁建议其实如果你要拆嘢嗰啲呢，就用返啲比较悭油啲嘅车。係啦。咁悭油啲嘅车呢嗰陣时係有石呢啲囉。係啦，呢啲430几㗎嘛。咁呢部465。係啦。咁你睇返其他嗰啲呢300几嘅。86都要300，咁即系拆嘢就用呢啲会好啲咯，系啦，咁但我呢啲系纯粹为咗开心玩嘢啊，咁就我就唔会话即系为咗拆嘢而换部唔系咁中意啊，自己又觉得唔系咁型嘅车去玩，系啦，即系玩呢只 game 我都系纯粹就系玩啲自己中意嘅车，咁最后再翻嚟我唔信邪，抽咗最后一次。睇下中唔中到佢两兄弟，冇理由唔中噶，真系咁细部应该零咯，依部系人嘅喎，喂中啦，系很好，很好很好，哇400欧，正车，大叔，即系梁介系转向加速，系啦。咁啊，等我锁翻起晒啲重要角色先。咁啊，强化啦，呢啲攞嚟做肥料啦，真系。叮，咁样样啊，系咁啊，换翻部 FC 先，跟住就装翻梁介上去。Yeah。跟住就，但我冇啊，冇啊神脚部 GTR 喎，啊神脚揸住呢部先啦 ，GTR 都系，攞嚟俾啊，俾啊神脚升级，系啦，系咯，同埋细心啲睇，原来佢系漫画式嚟喎，啊有埋嗰啲漫画嗰啲。痕啊，正啦，摆你上嚟，但佢始终系系咯，都系分翻开，减翻啲有利嘅角色，系啦，跟住梁介就玩呢个啦。其实够做噶咯，流唔流？咁就咁先，够做就唔好浪费。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咁样再分多一组出嚟先，平均分配应该够。
够分都一组，但系够唔够做就好难讲啊。四百几，哎呀，都够，系啦，紧紧。OK， 最紧要够做啫。咁就系啦，佢远征呢个咧，其实就系等于啲挂机咯，即系嗰啲其他 game 嗰啲修行啊之类嗰啲啦。咁啊，呢个系三个钟、五个钟、八个钟咁咯。啊，多数就系当你准备熄 game 嘅时候先会用嘅啫，呢个系咯。咁就今集啊玩咗咁多先啦，咁啊咁就转头就抽时间再去刷下个活动啦。咁啊，攞啲分就换多啲嘢啊，换多啲投啲嘢啊，今期始终系啲投啲活动嘅嘢，同埋就又系储下啲金条咯，跟住就继续再抽下啲车咁咯。玩呢个 game 都系咁啊，即系收藏啲自己中意嘅车啊，跟住佢有活动就抽个活动车咯。其实主要就都系投啲同埋湾岸啦，即系嚟紧睇下佢几时又再搞翻湾岸合作同或者 MFG 个活动。MFG 嗰啲活动我未拆过，系啦，即系等紧佢几时再翻翻出嚟，咁啊就真系估佢唔到啦，啊呢只 game 竟然挨到十年，初初谂住可能三四年左右都冇乜人玩噶啦，点知都俾佢挨咗十年，咁啊希望佢能够继续落去啦，啊，即系我都几中意佢个风格啊，即系中意佢啲车啊，系啦，即系纯纯正正真系日本嘅感觉咯。咪系咁先啦，下次翻嚟再见啊嘛！中意记得俾 like， 未订阅记得订阅，订阅完揿埋钟仔，咁啊下次翻嚟再见，系咁，拜拜。